老板，帮我解放枪。啊，我梦到我在医院打，我看到我在医院打不开，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？你的右眼睛打不开，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？你感觉有没有压力？有，我问你啊，问你，我打不开的，我拼命打开一个好像一点点而已。你的眼睛是吧？不是太好。如果你眼睛打不开，就是在半梦半醒当中了，也就是说你有这个，实际上已经属于气场压升了，已经有灵性压升了。灵性啊，不是眼睛出点问题了？应该不是的。不会完掉，不会完掉就不怕。没问题。